you want it。 敢不敢站出来打破规则到你主宰是现在，我问你敢不敢站出来 show me what you got be ready to rock、oh、好的，我们感谢今天的赞助厂商是咖啡广场。没错，我们刚刚呢就是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咖啡广场的主题曲，很厉害的chill。而且这首歌其实是有一个超年轻的学生所创作的歌曲。你说 student 那个学生？ Yes， 这首歌叫站出来，站出来。为什么 A B C？ 他唱歌真的 A B C， 因为他就是刚刚很饶舌，他刚刚很饶舌，他刚刚就是有一个饶舌的口味。那你知道怎么写 A B C 吗？就是。不卷舌，是 melody 说的。你不要卷舌，因为 A B C 讲话 ，A B C 讲话不会卷舌，就是你不能唱站出来是没 feel， 没 feel， 你一定要唱站出来。对，站出来 ，Everybody 站出来 ，Yeah Yeah， 是不是有那个态度就有态度，没错，态度很重要。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宣传什么呢？除了咖啡广场非常好喝之外呢，其实咖啡广场他们一直致力于帮助学生圆梦，对，很伟大，而且尤其是在音乐方面哦，他们已经就是迈入第九届的咖啡广场站出来音乐挑战赛。我跟你讲，他们挑战赛就是不只提供奖金，他们还会提供资源，不是说你去比个赛然后就没了、啊、他们有可能因此就出道、欸、所以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个创作的歌手呢，他名字叫做 Adam， 今年只有19岁。那高二那年呢，他就是参加了咖啡广场举办的站出来音乐挑战赛、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作品。而且2021年呢，他们因为疫情哦，独创了这个录音室制度呢，就是把复赛的学生呢通通送进录音室，然后呢让他们就是从中学习获得资源，而且可以完成100%的作品。然后并且呢他们会把歌曲呢全部收录成歌单，还进行推广跟宣传，比如说帮他们出资拍什么歌曲的 MV 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 MV 耶、欸、对，而且他们就是会花一些行销预算帮他们宣传 like 现在 OK 你说就是让网红们帮他们推播对对对，可是我真的觉得咖啡广场这样很有心。是，对啊，而且前年呢他们也让得奖者可以站上觉醒音乐季的舞台、哦、就是让这些学生能够真正的呢完成他们音乐的梦想，感受他们 like a singer。 是，而且还会请什么专业的老师帮他们训练教学，让他们真正就精进自己的音乐才能，真的跟业界接轨。对啊，赞赞赞，校外实习。所以呢，我想要请两位呢，稍微来分享一下你们年轻的时候呢，有没有做出什么，就是你觉得很勇敢追梦，要让大家跟你们学习。勇敢追梦，如果要讲追梦的话，我可能就是做某模吧，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过。对，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很想要结合所学跟兴趣，哇，讲得好励志哦，但当时就是觉得好玩，可是真的就是结合我所学到的东西，然后跟我喜欢的东西并在一起，结果这些东西真的最后就是累积成作品集，让我出社会找到工作，这样算是蛮、哦、很励志、啊、很励志，很励志。对，而且你看你们就是陪我一起疯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你知道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人跟你一起做，你就不孤单。对，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想用 ABC 的口吻讲话，说不孤单吗？你说因为我们刚刚被这首歌洗脑，就是、被站出来，因为你们就是勇敢的站出来支持我的梦想。因为这首歌站出来，主要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顺着自己心里所想，不要去局限各种尝试跟各种可能，不要让传统的思想去局限了你自己。不要以为自己不可能，对对，因为你试了，你才知道你可不可能、啊。是鸡蛋布丁。因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大学填志愿最后上世新广电吧，因为我家人就是非常传统的家庭，然后他们就是拒绝，他们当年反对、啊、反对你念世新广电，当年我爸还世新广电希望无限呢、欸，他以为还是他们以为你要去修电视。没有，他们就是觉得修理电视，因为他们想说你要读一个就是他不是他们传统价值的系，然后又是私立学校，所以他们就是会觉得你这样很不 OK 啊，而且因为你又是好高中的人。 对，然后就觉得我还是硬舔了，然后就上了这样子。可是他们没有生气气哦，他没有生气气啊，但反正就搬离开彰化。没有、啊、他还是蛮孝顺的孩子啊，他应该还是有取得阿嬷同意吧就是阿嬷有同意就好了这样啊，这其他人就算了，因为阿嬷就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你的人。你说的没错Oh my god， 阿嬷好感人，阿嬷真的影响你很深耶，超级啊，干嘛哭腔啦好啦，那最后呢，我们就是邀请所有对音乐有兴趣的同学们记得要关注这场赛事，然后就可以锁定咖啡广场的粉丝专页，然后他们不定时呢都会有咖啡广场新生代的音乐或今年的 MV 分享哦。对，大家可以记得去支持他们哦。就问你一句，敢不敢站出来把自己秀给世界看，是现在，我问你敢不敢站出来。
听疯女人聊天室，我是阿鹏，我是泰拉，我是 GM 布丁。是的，这一集呢是我们今天录的第三集哈、那我们想说我们就放慢一下我们的步调，因为我们前面两集就是笑得蛮开心的。如果大家有听前两礼拜的 podcast 的话呢，那今天呢我们想说要来一点比较正能量一点的主题，对，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人。因为我刚刚事前访问布丁，我说哎，你写几个，因为我很紧张，我怕写不多。然后他说布丁说他只写了一个，好烂、哦、只有一个，结果想不到什么故事哦。等一下、okay. 该不会是你男友？怎么可能那么恶心啦，太恶心了啦。我们这位拿麦克风打你。 那我也要把男友那个放进去、哦、那 我也没有写我老公，我要写我老公。好，因为今天的反正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影响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都会受到人的影响。对，那小时候可能 maybe 就父母啊，可能父母的影响很大，然后再大一点可能就是同侪或者是老师，可能也会影响你的人生。然后甚至再来就是可能再长大一点，就很勉比在事业上在工作上会遇到一些人，或者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你看了一些影集，看了电影，看了剧什么什么的，这些都会影响你这个人，然后一些价值观等等。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呢，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呢有几位是我现在就是非常想要感谢他们。我觉得因为有了他们呢，我的人生现在目前才可以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我回想起来、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我的高中老师。这个故事我好像分享过，就是我高中高一那一年我们全班就是作弊啊。有分享、有吗？我跟你们分享过对不 对, 对，全班集体作弊哦。是，好像是我们班有廖北啊之类的吧。反正就被发现、okay、然后因为这件事就知识体大，对，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天主教学校，非常讲求诚信、所以就觉得这件事 就到那个教官那边就是变得非常的严重，因为是全班集体作弊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老师，那时候我们老师是一个60岁的奶奶，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全班都一开始是非常的不爽，就觉得谁啊，谁是吊杯啊，好啊怎么的啊。然后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你16岁，你就会觉得作弊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在作弊啊。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作弊好像还一副冠冕堂皇有理由，因为我们就觉得老师就是乱考试。因为那时候丽小就喜欢我们死背，他就是要在我们每一次在考在上课前要一个小考，每一堂课都要小考、所以我们最讨厌上历史课，因为只要上历史课的前十分钟是小考，前十分钟是小考，然后就是叫你背可能上一次上课的内容，类似这样子。然后反正后来就是被发现，然后那时候我们全班就是理直气壮，就觉得说就是这太夸张了吧，就是哪有那么夸张之类的，就那时候就说要被记过啊，然后什么之类的。我们大家就一开始还就是心高气傲这样，然后等到老师进来以后呢，他就是脸色就整个垮下来嘛，然后他就说你们全班就是被记小过一只这样。然后我们全班就这样面无表情，大家就脸就是本来就已经很垮，然后听到小过一只就觉得好啊，对啊，你看学校就是喜欢记我们过啊，你看嘛，就你知道那时候大家心里都还在那边就是 murmur 觉得学校很烂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个高一老师就对着我们全班的面，然后就是默默的掉泪，但还没掉就有点微哽咽了。然后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然后他的下一句就说你们不是很爱彼此吗。然后我们全部就啪，跟那个水龙头一样开关被打开，然后催泪弹。因为我们是女校，大家 by the way 我们是女校，所以大家比较 emotional。 我都想哭了，真的要哭了，真的就哭了。他一讲说你们不是很爱彼此吗，然后我们就啪，然后眼泪就跟那个水龙头一样 大流特流。然后我们就跟隔壁的同学抱在一起，每一个全班每一个人就是跟隔壁的同学抱在一起痛哭这样。然后老师就讲说他完全可以知道我们就是因为舍不得彼此考低分，所以全班才决定要集体作弊，因为每一次大家真的都考很烂，因为你只要那个真的太 难、因为要死背嘛、啊、就等于是说你用老师的用意当然是希望大家每次上完课要回去要准备、可是可能那时候就是你可能功课很多啊，然后东西很多，然后每一次要这样准备就真的很辛苦这样，然后最后大家就摆烂嘛，大家就是都考很烂，然后考很烂又会被老师骂、那最后大家就觉得说好，那我们就集体作弊好了。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长辈可以理解我们，认同我们，即便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也受到我们应得的惩罚，可是老师那时候给我们的态度是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做错事情，
你们被同理了。对，我必须说我求学阶段遇到的老师们都不太好，求学阶段一直没有遇到这种就是好像把你当成自己人，然后好像真的用爱在包容你在教育你的老师这样。所以当下我真的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全班痛哭，非常甘愿的接受那个小过，就是从容就义。对，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态度真的太明显，因为我们一开始全班真的都是臭拽脸，就老师一走进来就一副全班都是太妹的样子，然后老师看你说什么啊这样。结果老师讲完这句话，我们真的全班痛哭耶，然后我们就发誓再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跟老师保证说我们考零分也不会作弊。然后我们真的就是全班这三年没有再做过任何一次弊，但我们就考零分。但是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没错。然后我就在那一次学习到不要去投机取巧，做一件会让人家难过跟受伤的事情。我觉得渐渐就有影响到我很多价值观，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说我就是爱你啊，我喜欢这个人啊，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啊，我那我们一起做坏事，我跟你共同犯罪。对， 我朋友跟我一起做坏事没差。所以我小时候上国中才会加入什么霸凌组织，因为我就会觉得我们是好朋友，那他欺负你我也要欺负他，干我屁事。真的是对，就是以前会有这种没有同理感也没有共感，就觉得说我们很好，所以我们一起做错事是合理的事情。然后我就好像慢慢有养成我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朋友之间比如说问我说，哎，你觉得我做这件事好不好，或是你看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要很理性的帮他分析，而不是只站在他那边。对，我就会觉得说我就比较不会安慰别人，就是我不会习惯去安慰别人，我会觉得说我直接帮你分析说你现在做什么事比较好，做什么事比较不好这样。我跟你说，因为我就影响我最深的其中一个人，那我就先讲你，因为刚好从那边顺过来。好，你的部分就没有太生气，因为我想讲的就是 Apple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就关于如果你问他问题，他会很理性的告诉你说你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人生好几次，就尤其是在出社会之后，对，以前我们还没有那么熟的时候，可是我可能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我很满就是满肚子怨怒，然后我跟你聊的时候，你就是会提供一些我觉得当下我最需要的观点、okay. maybe 你讲了当下我可能就觉得可是我不想这样做、uh-huh. 可是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去思考你讲那个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所以我说你是灯塔型的 YouTuber 或灯塔型的朋友，我不是在开玩笑。所以其实你的灯塔就是那个60岁的老师，是他照亮你的人生之后，你就照亮你其他人的人生。真的，因为那个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跟绝对的错，这件事情作弊这件事情乍看之下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他对，就是我就会开始去反思这件事情，然后就影响到我后来的价值观，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对错呢，我会去重新剖析它，就是剖析它说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可能对谁是对的对谁是错的，这算是就是影响我人生去思考的第一步这样子。讲到老师的话，我有想到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我觉得他影响我很深很深很深，是就是他，反正就好简单，我简单来讲是我国一发生的事情。然后是我国一的时候，我们班的英文老师是，我是念私立学校，所以是我们学校很重视英文，所以我们除了有英文课以外也有外籍英文课。然后呢，那个我们那个老师叫 LC， 他英文名称叫 LC， 然后他矮矮，但他脸非常非常圆，就他整个人胖胖然后脸很圆。那因为大家都喜欢欺负老师嘛，所以那时候呢，其实那个老师他真的没怎样，他只是上课很无聊，可是我们全班都会嘲笑他跟欺负他。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叫有一次刚好要中秋节、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好过分。中秋节的时候老师就说啊，来，那刚好要中秋节的同学，我教你们一个英文单字，就是月饼 moon cake。然后我们全班就 moon cake， 老师你就是 moon cake， 我们就这样子霸凌老师，我们就说了嘲笑老师脸是 moon cake，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长期的嘲笑那老师。就有一次很严重，就是老师在课堂上就是每个人都嘲笑他，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有梗 的笑话，就是开老师玩笑，就老师居然大哭，然后他就蹲到讲台下面抽泣，然后因为他还挂着小蜜蜂，所以他讲话我们听得到，他就边啜泣但很努力的压制自己的那个情绪，说对不起老师，现在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老师很抱歉这样。但是哦，我当下是完全没有悔过之意，我就觉得老师很脆弱。好，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外籍老师吵架，然后我曾经在我影片分享过，就是因为我们外籍老师，因为我那时候英文很烂，跟外籍老师也沟通不了，结果我就当下盛怒之下，我把我的椅子砸向那个外籍老师，然后就是那个外籍老师，就我真的讲过我以前太妹的时候嘛，我就拿了椅子说啪啪啦，然后拿椅子丢老师。
然后我当然就是被记了一只大过。对 ，OK， 对，那因为记大过，如果不消过会影响到升学，对，所以当时学校有开会，因为他们最后了解整件事情之后，其实老师他们也觉得老师有错，我也有错，所以他们就说好，只要我能够取得老师本人的道歉，我就可以消过，我就可以开始我的消过之旅。但老师不同意，我就不能消这个大过。对，而且我消过是要一年的时间，就是出公差这样。但反正 whatever， 我就当然是要去求那个老师道歉。那我一开始我就想说，好，我既然做错，我就是要虚心求老师道歉。当然，我当时心态是没有想要道歉，我只是觉得我必须走这个过场，我就会拜托那个老师跟那个外籍老师道歉。那因为我那个外籍老师她就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人，我印象非常深刻，她是用英，因为她就是一个白人，然后她就说 ，No， you are a mean boy。And I will never forgive you. 他就这样讲话， okay. 然后我就很一个火串，我就一个火串上来，然后这时候 Elsie 刚好经过，然后他就说怎么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这个过程 ，Elsie 就我现在很想哭，Elsie 就转过去跟那个外籍老师说，他用英文讲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他有时候很调皮，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我当下当然有忍住我的眼泪，可是因为你知道我每次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从哪里看到我有善良这个点，因为我在他的笑他不开，因为对，因为我在他的人生当中我就是一个大恶人，就是我即便我是小孩子，可是我一直在欺负他，对，他居然跟那个老师说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哎，结果故事的发展一点都不感人，那个白人老师叫 Caroline， 他就跟 Elsie 说Elsie。Let me tell you, he's an evil child. Never trust him. 他说他是一个很邪恶的孩子，你绝对不要相信他。对啊，反正 anyway， 最后反正就是，当然 Elsie 的劝说是没有用，只是，可是重点啊，但最后我还是有消过，因为就是用了一些别的方法，就教官陪我去啊。但反正重点是因为 Elsie 的这个以德报怨的行为。我当下当然拉不下脸，可是过了两天之后我就写了，我还是没有办法当面跟他道歉，我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然后也没有署名，但是我就跟他道歉这样、okay. 但因为他一定知道是谁，然后他也没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所以后来我跟 Elsie 处得还不错，然后可是这件事情后来救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在国二那一年开始被就是同校的其他班的人霸凌，然后我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一直非常恨那些人，我也一直非常希望他们去死，然后可是呢、就在有一次，可是因为我也不会跟人家讲说我被霸凌的这些事情，然后结果后来因为 Elsie 她考上了公立学校，然后她就是要离开，所以她就说请大家吃个饭这样，然后我就跟她聊天，其实我也没特别讲，我就只是讲说我觉得我很想要快，我说好羡慕你可以离开这个地狱，因为我觉得那学校是地狱，我说好羡慕你终于离开地狱哦，好棒哦，这样你以后就是前途一片光明啊这样，然后她可能听完之后，我那时候是小屁孩，然后她听完之后她就说，她说老师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你不要被你的仇恨或者是你的情绪引导你走错的路，那老师以后不在这所学校，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可以来我的新学校找我、那老师相信你以后会走，就是、我相信你只要凭着你的直觉你就会走向正确的道路，然后他就离开这所学校，但他那一番话就启蒙了我、我后来因为很多人问我怎么走出被霸凌的伤痛，我觉得可能是就老师的这段话让我觉得我不要去被我的仇恨蒙蔽，我不要停滞在我被霸凌的那个时间点、对，然后我用我觉得那所学校是地狱这个动力往上推，然后当然后来我遇到一个很棒的老师是国三导师，他也是就是辅导我，然后让我考上别的学校，就让我最后高中没有升直升而是考去别的学校，那我猜影响布丁最深的人一定是阿嬷。哎，真的耶！哦，对嘛，太好猜了吧？因为我也猜是阿嬷，因为我想说不是阿，不是我们就是阿嬷，不然就是男友。没有，我突然因为你们都在讲校园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国小有一个音乐老师，我们这集该不会就是就我们这一集就变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老师我就再多讲两个老师变一集哦。然后下一集是影响我最深的家人。我这个讲很短，是因为以前其实我不像你们，可能跟老师或什么比较直接接触，我就是比较中庸的人，所以我有点像随波逐流的人。然后国小是我唯一参加过合唱团的时光，而且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那老师很认真。他一个音乐老师要教十几二十个班级的音乐课就算了，他还要带合唱团，所以他非常。辛苦，而且他的音乐办公室烂到爆，像仓库一样。我曾经在那个看过他在里面的背影，觉得他好可怜。可是我就觉得大家小朋友真的很奇怪，那个老师明明很认真，可是大家会却因为他认真而讨厌他，甚至想要排挤他这个老师。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可是我不敢去讲跟那个老师说，好孤僻啊！我不敢跟那个老师讲说，我上你的合唱团课很开心，然后。
我觉得那时候 我一直很后悔这件事，我都会想到我国小时候曾经有个音乐老师很认真，他让我在合唱团的时候很开心，可是其他的朋友却讨厌这个老师，甚至我们在毕业的时候要去受到县府表演要去表演，然后他说他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要不要去，结果最后居然有一半的人以上没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讨厌这个老师，然后我最后也因为这些同学而没有去。所以我就觉得我后来就仔细想这件事，我就会告诫自己说，如果你认可这个人的努力，或是你喜欢这个人做的事，你要跟他说，因为有可能说的人都是那些讨厌他的，所以他没有听到正面的声音。对，我就很怕那个老师在我们离校之后他会不会觉得他教的不好，我就觉得 很可惜这样子，所以我都会一直想到，如果想到一些后悔的事，我都会想到我好想要回到当初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参加那个县府的毕业公演。对，就是，那我也想，我在这里我也想讲，我高中的时候他不是我们的老师，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们，然后就有一个老师他是教物理化学的哦，物理跟化学其中一个，但我分不清，我物理跟化学我分不清楚，好，反正他就是其中一个老师。我告诉你，我甚至忘记他的名字，因为他没有教过我，可是教过他的班级都叫他紫妖，因为他很喜欢紫色，然后他会画紫色眼影，贱哦，所以大家知道叫他紫妖，然后我就哎，我告诉你哦，同侪就是这么无聊的群体，当所有人都笑他紫妖的时候，你根本不认识人家，你也会偷偷笑人家紫妖。可是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跟美术老师感情非常好，我美术老师也是一个就是 很独立的新女性这样子，我跟她是好朋友，然后因为我跟美术老师感情很好，然后美术老师音乐老师他们这些就是老师是坐在同一个办公室，可是三号就是对不起老师，我真的忘记你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你叫紫妖。紫老师呢，他也跟美术老师他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就是他没有在物理化学自然科老师他们那个办公室，他就是自己跟其他科任老师在同一个办公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好像同事间的感情也不好。可是有一阵子就是紫老师他就都没有来上课，然后我就问美术老师说，哎，跟你们同办公室那个紫妖怎么没有来啊，那他就说，哎，你怎么也讲人家是紫妖，我就说啊，大家都叫他紫妖，我又不知道他叫什么，然后他就说，他最近身体非常不好，他去医院就是检查，然后发现他的就是他的病蛮，他身体蛮糟糕的了，然后他其实是已经就是痛到就是受不了了，然后就是差点昏倒，他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他其实身体已经很严重了。然后他说他每一次备课都备到半夜，然后他家离学校很远，可是他就是每天很早开车来学校备课，然后备课到很晚才回家，然后听说他回家也还在备课，然后他非常认真的想要就是把他所学的东西给学生，可是所有学生都不喜欢他，然后之前也有老师是开玩笑问他说，大家都不喜欢你，你怎么沉下去，他说他们不喜欢我没关系，因为他们是学生，我不能讨厌他们，因为我是老师。Oh my god， 对，就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没有，可是因为美术老师跟我说，然后还好，因为美术老师他们都对他很，都跟他感情很好，所以我在猜他可能也很喜欢那个空间。Okay.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看到他，我都会跟他打招呼跟点头，在认真哭到停不下来。你看你那时候就是你那时候就是当伸出手就是跟他讲好的人。就这样，我只是对，我觉得老师你可能不会听到，可是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就是很认真很努力，我就是像布丁讲的很认真很努力的人，他的努力未必会被别人善待。可是你对你好会讲，可是你对你自己就是尽最大力，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善待，是，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观。对，因为我们本来这集还有另外一个主题是影响你最深的一句话，对啊，刚刚那句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也是影响我人生最深的一句话。你影响你最深的话是你自己的总结。我不得了，好自恋啊。哎，话说你讲到这个，就是聊到影响我最深的人是巨蛋布丁吗？对，因为认识他以后你才不恐同。对，然后你有在我婚礼讲，因为如果你没有认识我们，你可能就会变成护家童。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 amazing，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大一的时候，就是邀巨蛋布丁到我们教会，然后因为我想说他这么胖，这么爱吃，然后教会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吃。用食物对，我本来想说用食物诱惑他，因为我跟他最常就是等要吃什么，等要吃什么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晚上有一个就是专门，就是我们通常那时候大学我们有一个叫做福音茶会的东西，他反正他的用意就是大家广邀自己的同学。就是来参加教会的活动，那就会比较软性，不会讲一些什么很艰深的道理，就吃东西就好了，干嘛的？我参加过类似的活动，你有去过？很像直销，因为去他们就会开始传教，一定打架，对，就是传教没错。然后，但是因为就是会有很多吃的、喝的，然后会比较软性，玩游戏或干嘛，看影片什么的，上英文课，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那这 OK 吧？我就邀我身边就是离我最近的居南布丁，我就说，哎、欸，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会？这样，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学校世新大学的地下室停车场。然后因为我每天都要载他，对，我骑着我的50cc 要载巨大布丁，但那时候他才70几公斤，对，他那时候70几公斤，那已经很重了，已经很重了。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有很多好吃的哦。”我还这样讲，然后他居然马上跟我说不要。而且他是斩钉截铁跟我说不要。如果大家认识巨蛋布丁，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的人。你跟他，你问他任何事情，他会说，他就算不想，他也会说 嗯， 但是我今天晚上可能有事，哎、欸，还是再看看，再看看好了。他可能会这样讲，但是他直接跟我说我不要，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就吓到，就好像一根针那样刺到我的脑袋里这样。我说什么？为什么不要？然后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去一个讨厌我的地方？然后我就说，讨厌你？没有讨厌你啊，什么讨厌你？他就说，有啊，你们基督教就是讨厌同性恋。然后我就哑口无言。然后之后他下一句就说，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莫名其妙，你们宁愿相信一本书上面讲的话，也不愿意相信同性恋。哎、欸，你那时候锐利，你那时候怎么能延伸到、啊、你本人的人？啊、不是让这关系到你个人人格特质，你就是整个人灵魂都被否定啊！你的存在价值本身就是被否定。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只相信一本书，就是圣经，因为他圣经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本书啊，他就真的是一本书啊。可是对基督徒，他也可以是电子书啦，他也可以是精装版，也可以是平装版。对基督，但他真的是一本，他是一本 Holy Book。基督徒而言，它不是一本书而已。对，我有因为这件事跟人家吵过架。OK， 好，就是我们人生所有信奉的所有的价值观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当他说你们为什么只相信一本书的时候，我就咚咚咚咚咚，就你知道那个当下真的是很多石头丢向我，然后我就是被啪啪啪啪砸醒，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落石全部砸到我的身上，然后我突然就被砸醒，这样就被砸到就哑口无言。我想说我这么能言善道的人，我竟然在那个 moment 就是哑口无言，我一句话说不出口这样。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们为什么只相信圣经上讲的，然后却不相信你们什么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跟他解释说，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要就是好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相信这个基督教，相信了这么久，然后我到底就是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就是在我相信的这个信仰里面就是找到真正的价值观，这样子就是我到底对我明明这个信仰里有很多的矛盾，但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好好的想清楚，我就觉得这个信仰是好的，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我就是从此刻起我就是要好好的来想清楚我的信仰这样。然后所以巨蛋布丁是我的启蒙导师，就是对于信仰的启蒙导师，对于信仰的启蒙导师。因为大一那一年遇到巨蛋布丁跟我讲的这一番话之后，然后我开始用别的方式去认识我的信仰，这样子就是不是很重要，不单纯只看圣经，就开始去做很多研究啊，加入很多社团啊，哦干嘛，跟一堆人念神学啊，就是其实我大学四年蛮忙的。然后我说大学四年都在干嘛？但现在不在做作业，就在参加教会的活动。而且他还说他有去教会跟比较可能长辈分享一些书籍或什么的，结果就被你不是去跟他们分享，结果你就被攻击了。一定被攻击的，这是因为你质疑信仰，对，就是
这件事就说来话长，因为每一次跟很多人讲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大家都吓一大跳，因为基督徒就反同嘛，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讲、哦、可是在你们身上跟我好，就是我跟你们这些基督徒相处过后、嗯、哼，我后来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信仰和宗教它不一定是完全一样，信仰不等于宗教、嗯、因为宗教可能就是你的那个教会，你的那个教派、嗯、哼，可是信仰是你个人为出发点去相信的东西，对，没错，对、哦、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圣经不只是一本书，虽然它实体化发行以后是一本书可是那本书是智慧我可以这样讲，可以理解吧，因为我跟人家吵很久、嗯、对，我可以理解，就我也尊重那是你的信仰跟你的想法、嗯、所以很多什么包含反同，包含很多东西，它是那一本书拿来解签的时候，就跟你抽签人家解签会解不一样、嗯、很多人解读那本圣经的不一样的版本，所以才会有的教派挺同，有的教派反同，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跟你们的相处，跟你的相处，还有跟我那个高老师相处呢，就是也让我学习到说我也不要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信仰多数人做了某一件事情而去否定这个信仰本质、嗯、那就跟这个信仰来否定同性恋的存在的本质是一样的，是，对，那虽然现在已经录到快要40分，可是因为已经讲到决断不定，我一定要继续讲下去，哈，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中间可能有些比较无聊都可以剪掉，对、好，就是因为其实那我好想找我写的那一篇在哪里、哦、包决断不定的那一篇，就是你们就你婚礼的那一篇啊，哦，那你要找、我告诉你去年1月4号之后好，那我先讲。你是说，因为是你的 wedding， 因为1月4号是我的 wedding， 或者搜寻一些关键字，我是不可能忘记的。我找到了啦。哦、那你先念那一篇。我念一下，我说婚礼现场我讲了一段话。我、天哪，我想哭哦！我说婚礼现场我讲了一段话。我是一位基督徒，但我由衷的感谢神让我遇到的不定。我帮你念。对，他说。泰拉的婚礼现场，哎，你讲后半段就好。哦，好，婚礼现场我讲了一段话。我是一位基督徒，但我由衷感谢神，让我遇见了布丁和泰拉，从此学会如何去爱你们。好，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分性别、对错、宗教信仰，佛教徒也可以爱基督徒。我的那个爱不是爱情的爱，而是对于一个人的善。的那个爱、对，这是我对于爱的解读、对，然后所以我很痛恨人家拿爱来行伤害人的行为，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也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你是无神论者也一样，对，然后我想讲一个，因为影响我最深的人，我也其中一个就想到这个人，就是布丁、就我大学室友，因为人家这还要介绍大学室友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个人是我的上大学后第一个深交的朋友，然后其实我从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我都是一个讨人厌的小孩子，就是你们会发现为什么我很常在自我否定，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源自于我从小到大没有人要肯定我，就是even 我的父母也不喜欢我娘，不喜欢我走路扭屁股，我以前是因为走路扭屁股，然后被我爸拿藤条狠狠的就是那个打我的大腿后侧，会整个肿起来，摸起来就是很像，你知道，很像龟背鱼，对，就很像某一种植物的那种根茎这样，就很痛。然后我也曾经就是因为各式各样我无法控制的本性，就我比较吵，我比较喜欢讲话比较夸张，或者我会就是疯疯癫癫的，因为这些人格特质而被讨厌、被排挤、被霸凌、被关在厕所、被打。所以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一直没有。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有自信的人，可是因为这些事情会把我的自信保起来，对，所以一直上大学之后，然后就是我认识了布丁之后，然后因为我也就是很自在做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现在在台北，全世界的人都管不了我，我就是可以快乐做我自己，然后我就发现布丁在我身上他没有任何就是 judge 的眼神，因为我以前哪怕是我的朋友，他们也会带着，有时候他就会觉得，我虽然是你的朋友，可是我觉得你这样不妥，或是我没有喜欢，就是你这样，你是男生，你那么三八可以吗？而且你大学的时候更 over 啊、我告诉你，因为你认识我的时候会那么 over， 有一个原因啦，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就是我其实一开始认识布丁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 over， 就还没有那么做自己，可是因为布丁呢，他认识我之后，然后就我在跟布丁相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是布丁就是。完全对我没有任何的讨厌或排斥的反应、我就问布丁说你会不会讨厌我，然后布丁就说不会啊，可你讲这种话人家会说会吗，
但布丁的反应是，布丁的反应就是、啊、不管嘛，反正布丁的反应就是不会啊。OK， 就是不会啊，我就是为什么会讨厌你？这布丁也是满头问号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哦，然后所以我就很当然就接下来就很自然跟布丁一起扮破产姐妹，一起看影集啊，或者是一起在宿舍的走廊那个摆拍超级名模生的都有照片。我突然发现我们两个应该还算疯女人，就别人如果投稿就是投稿说哦，我的大学宿舍有人会半夜在走廊穿很奇怪，然后趴在地上拍照。对，就我跟布丁做这，然后我说我要做某某，然后布丁说哦好啊，很好玩耶，这样，那我们就玩得很开心。《甄嬛传》的皇后宜修讲了一句话，她就说有自己的姐妹在宫里真好。什么臣妾看着那个甄嬛，就是什么那个熹贵妃的妹妹这样子，她说如果姐姐还在，至少有一个人会信你。然后我就想到巨蛋布丁，靠腰，我就想到说。这我的想法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能够接受原本的你，就因为、不会因为你做自己而讨厌你的人、是真实存在的。是，只是我一直到了就是18岁我才遇到，然后所以从那之后开始，我就是结交每个朋友，他们也都越来越巩固这个想法，就是布丁是让我第一个相信原来我做自己是会被人家喜欢的。那为什么布丁不会讨厌呢？现在换访问你，对啊，为什么你不会讨厌？你不会觉得他很奇怪或者什么？还是不会，因为我只是觉得遇到，因为凭良心讲，我遇到泰拉的时候，大概是大二的时候，他非常夸张，他是全身都是红色，他染红色，没有全身红色，就只有头发是红色，没有他背金包，背金包，然后他那天刚好全身穿红色，因为我会那么印象那么深刻，就是因为他。布丁一直跟我讲说，哎，我的室友就是想要拍某种名模生死斗，然后邀你来什么什么，我说好啊，什么什么的，他谁呀、啊？然后他就因为我们那时候站在那个广电大楼，广电大楼就有一个斜坡，所以就是比较高，这个比较广电大楼比较高嘛，对 对, 对，然后他刚好走在下面，然后他刚好走在那个蛇我广场那边， okay. 然后他是是他然后巨蛋布丁就指着那边说，哎，他呢？然后我说谁？然后之后旁边就有一个同学，因为旁边那个人也认识你，但我忘记是谁了。他就说哦，就那个最明显的那一个。然后就看到一个红不拉几的人这样咚咚咚，就他走路还不走好，还是这样咚咚咚跳的这样走，那样走，然后这样走。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皱眉。Oh my god！ 我告诉我从小到大对我的反应就是这样，因为真的是一个 Oh my god 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看到泰拉第一个反应 Oh my god， 我完全都可以理解。但你没有 Oh my god，Why？ 对，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蛮幸运，就是抽到同一个宿舍，而且感觉看光见面就觉得会很合的人，而且可能某种程度也跟我很像，而且他有跟你很像，没有。我知道了，他是那个你内心的你，你不敢出来，我就要靠他出来，所以因为他出来，所以你可以一起出来。如果没有他，你出不来，对，是吧？哎呀，叫我什么？总结王，总结女王是不是。我真的很会观察人，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认识你们，然后还有就是认识那个哦，餐又讲你本名，认识泰拉，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中部上来的孩子嘛，对，然后就会觉得当然也想要在台北这种五光十色的地方生活得很好，可是更重要的是找到那个懂你的人，对，其实很难，有些人可能来这个地方一阵子可能就回去了，可是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可以认识彼此，我们不管以后会不会一起在这或者在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都很有价值，没有意义，因为台北对我们这两个乡下小孩来讲，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向往的地方。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内心告诉我们说，我再忍忍，我再忍忍，我就要去台北了，我就要离开南投这个鬼地方，因为我真的在南投每一秒都不快乐，所以我到台北的那一秒，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自己，我一定要很快乐。然后我就遇到布丁，然后我就觉得看吧。我过去18年来的委屈全部都值得了，又遇到一个懂你的人。我跟你说，我婚礼的影片我真的看了100万遍，我最后会哭的只剩两个点，一个就是我爸对我说你很漂亮那里，第二个就是布丁说因为你成为了最好的你，
我才能成为最好的我。好了，我们就要报复几次。我觉得人生中，我觉得人生中讲道理，讲道理就讲道理就不会哭了。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中都要有一些人去相信你，就是因为我觉得人不能永远是在逆境里面成长，逆境会让人成长，但是人是需要一些被相信的力量。就像包含前面讲的音乐老师也好，他的努力如果从来没有被肯定，也许他就会放弃继续努力，对，所以说不定让他一直努力下去的动力，就是在他人生过程中，说不定有一个人肯定过他，而那个人就可以成为他的光，让他继续往前走。没错，这是我的结论，所以后来我才会，就是之前不是我们访问过威廉，他说绝交不可惜，把良善留给对的人。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现在有很多人来问我感情上的问题，我都会把这句话送给他，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要再耗心力在那些会伤害我的人身上，我要把我的良善留给你们，嗯哼，留个珍惜我能包含我老公或家人，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哪一种关系是不能被切断或不能被连接的，嗯哼，对，但前提是那个人值不值得你的良善。是，因为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回想或者思考一下你身边有没有就是一样像这样子影响你的人，那如果有的话呢，就是请你要大方的告诉他。我可能平常就是比较喜欢抱怨跟造口业所以呢也还好啦就是我很爱抱怨，然后讲人家坏话，很爱抱怨但没有爱造口业之类的啦，反正就很爱抱怨或讲人家坏话。然后呢，我以前就是有时候身边人就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讨厌这个人，讨厌他还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没有啊，其实我也都很喜欢或很爱这些人，只是有时候会就是嘴巴很尖想要抱怨一下对，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好，那既然这样，这个坏习惯改不掉，那至少我喜欢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人的优点，我要天天告诉他，就好坏都要讲、因为我一开始也以为至少讲好的吧，至少讲好的，坏的就是也要讲，但是至少我以前也想说Apple 是不是讨厌我，因为 Apple 好喜欢骂我可是后来就发现没有，他好的坏的他都会讲我就是觉得发现、好像都在讲坏，那不行，我觉得好的要讲出来，因为我就怕布丁到时候会觉得我每天都在都在碎念，我抱怨他怎样怎样，你说我一直抱怨他见色忘友哎，事实是他真的，但是布丁有在努力、我们有发现他有在努力，他有在努力，他有努力，对，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就是听完这集之后呢，能够也赶快呢告诉你身边那个影响你最深的人，然后以及你觉得他的付出或他的努力没有被大家看到，你有看到你想要告诉他的朋友，好不好，就是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这集以后都可以有所行动，不要再沉默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就这么定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没有啊，反正我们这集很长也没关系，我觉得很好听，对啊不会不会，这集很 OK 好啊，那就谢谢大家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bye bye。